北京时间2月17日，根据中超球队广州队官方发布的消息可得知，该俱乐部吧正式与五位规划球员进行解约，其中包括埃克森、高拉特、阿兰、洛国富和费南多。而目前唯一有希望留在广州队的规划仅剩下了蒋光太一人，但这也只是理论性可能吧。那么该消息一出，就让很多球迷觉得中国足球的规划时代吧正式结束了。其实并非如此啊，因为足协方面仍然是渴望将规划留在国内的。要知道以上说法并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空穴来潮，因为根据权威媒体北京青年报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报道，其中具体内容是这样说的，几位规划球员有望接到国内俱乐部的报价，同时还有多家的媒体已经是爆出埃克森现阶段收到了来自海港队的橄榄枝，所以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规划球员留在国内指日可待。而且还有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啊，那就是陈璇会非常支持规划留在中超，毕竟国足接下来的目标是2023年亚洲杯，是吧？那球队是非常需要吧这几位规划球员随队出征。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费南多和李可基本都已伤愈复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两人也可以跟随男足在2023年亚洲杯的舞台大展身手，所以说国足就将迎来七位规划同时空降的一个局面。至于本土球员方面，几位老将和状态不佳的球员一定是会告别球队的，因为国足是需要完成阵容上的这个更新换代，对吧？这样的话像这个吴曦、张稀哲、吴磊、张琳芃、严俊凌基本都会告别国家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另一方面则是自身的这个状态，而可以顶替他们的年轻球员基本都在足协第二次补招的球员名单中，例如严鼎浩、张天翼、吴少聪和杨立瑜。原因非常简单，首先他们大部分都有青训留洋的这个经历，对吧？在足球的理念和认知上就会比很多本土的青训的球员先进。那其次他们也在中超联赛里面展现出了一个这个过于常人的天赋吧。而守门员位置大家不要忘了啊，远在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还有一位18岁这个中国门将刘少子阳，他能够获得拜仁的青睐吧，也足以证明他具备很强的能力，对吧？所以说这个以上的年轻球员都会涌现出来。那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